开始。那这个阴阳啊，这个刚柔交，这个是道德生活的不可避免必然的这个方式跟过程啊。但是呢，中间都是啊，一不小心就会引来，不管是你的印信结构有漏洞，诱发人的私心，还是你根本你的这个阳性的心性修养根本差得很远啊，一开始就已经准备啊骗选票、骗取权力啊，然后来捞自己的利益，那更不用说。要这两者都均衡啊，真不容易啊。因此呢，这个微计划啊，充满了戒慎恐惧的意思啊。光是这个抽离的实存去做一种的这个抽象的知识系统的建构啊，那当然也难，但是没有那么多凶险。那就是这个书法跟实验室里头的科学家啊，比如说研究出那个什么铀原子的分裂啊，那后来当然也有融合啊，不过这个可以释放出非常巨大的能量，在实验室中 OK 啊，因为它价值中立啊。但是一拿出来，尤其在二战那个时候，立刻可能被制造成为杀人的武器，那些科学家们就很担心恐惧啊，不一样了。你从抽象的立体立知识系统之体，先要拿去用了，这是体，这是用，当然要戒慎恐惧啊。老子充满了对于知识、对于兵的那种忧虑戒慎之情啊，说这是争之气，这是凶器啊。这个战争之后呢，都是凶年啊，这个能够不谨慎吗啊？所以魏计划从卦辞、彖辞、象辞都充满这种戒慎恐惧啊。所以我们呢，对于所有的手上有了这种利器啊，你有了钱，你有了权力，你有了地位，你有了名声、名利、权位，都要小心。一不小心，你就被他割伤了。啊，最近这个事件里头，大概有一个人最著为代表，啊，就是张宏志，是不是？他可能做梦没想到会卷进这么一个事件里头，啊。你当年是趋势专家耶，能够预见未来的，所以呢，这个有人说他啊，这个朱雪恒说是不是老了啊，怠惰了、哎、他的结婚证书是我帮他写的，还特别用那种那个这个手绢呢，像那个皇帝宣布圣旨展开啊，我用毛笔帮他们写，因为他的先妻啊，亡妻啊，王宣一是我学生的，所以他特别他们找我帮他们写了一个啊，这你看这比较起来大概啊，是比较最是比较算是圈外的被扯进来的啊，当然了，谁叫他当国策顾问呢、不当也好、当了以后就很多的把柄被人拿了说嘴，那李伯章呢啊，李伯章
李国璋那个他是大官啊，当然他也搞不清楚啊，为什么最近那个法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部啊，福卫部啊，卫福部为什么老出事呢？有一说就是因为这个老板啊，眼看不久以后就要去选什么县长市长之类的，卫福部长就要出缺，就马上那谁来呢，就开始斗争了啊，只要有希望会接卫福部的先把他斗走。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态势之下要小心啊，戒慎恐惧，怎么可以实质紧扣呢？对不对？虽然光明磊落，但是就是把柄嘛，就算光明磊落啊，我也常常跟女学生十指紧扣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不去干官。我有很多那个跟女生的亲密照都是师母长镜拍的，这没问题啊，你只要不去当官就没问题。所以当年他太太不知道，这有问题，太太。所以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啊，只要对太太毫不隐瞒，那些女生啊就自然态度端正，就说你没有告诉你太太有问题，你可趁虚而入。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检验，就是你的事情有没有告诉太太，如果太太都知道就没问题，对不对？但怎么样才能让太太都知道？得你们的爱情啊始终呢就在进行，充实饱满。如果你的爱情中断以后，你就是不能告诉他，因为就是有鬼嘛，能告诉太太的事情才能做，不能告诉太太，不方便告诉太太的，就表示你自己有问题，你先好好修养，你还没有资格去做这些自由的事，对不对？因为自由 一眨眼就变狗屁倒灶，一见之差啊。所以胃气外充满自身恐惧。好，我们来看胃气，小胡气寂，如其尾无忧虑。彖曰：胃寂亨，柔得中流。小胡气寂，胃出中也。如其尾无忧虑，不恤中也。虽不当胃，刚柔应也。好，胃气为什么得个亨德呢？这个亨是因为你的知识系统已经整饬圆满完成了，就只欠东风啊。带一个呢这个心性修养有德的圣贤君子来善用啊，一来以后我准备好了啊，储财备用嘛，当然就是通了啊。但这个通啊，只是单就阴性结构知识系统的整饬完成而已。那这个阴性的系统呢，用小胡来想象啊。狐是聪明伶俐的动物，但毕竟是一个阴性的动物，所以称小，它不能自立，在道德生活上啊是不足的，所以叫气寂。气就是寂兮乎了啊，对于这个道德的德位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就差最后这一点。这是哪一点呢？让那个阳进来这个知识系统中活用它，就差这一点啊。
因此呢，啊，我们可以说未积德亨之德，因为这个属于阴性的知识结构已经是整饬完备了，啊，只待阳来感就积了，就亨了，啊，但是呢，如果啊，这个阳没有来活用。他忍不住呢，渐居主位，去处理人的道德生活的道德价值的事情，他就会呢，陷身于一个泥淖，就像那个狐狸的大尾巴呢，进了水，成为负担一样，无忧虑，没有用的，就是白费的，啊。你只能永远带阳来感，啊，就像那个睡美人，你只能一直睡了，等王子来，你不能等来等去王子都不来，赶紧自己爬起来，展示这个魅力，吸引路过王子入我构中，完全变成邪僻，就变成盘石洞里边的蜘蛛精。你守不住你的阴性的贞洁，就是你是被动的，啊，就是那个宽卦说的嘛，啊，这个地道无成有终，它是啊这个元亨利啊聘马之贞，阴性的贞。不是阳性的真，嗯，好，所以这个微气化卦辞就已经点出这个要小心避免淫滥，啊，那彖者更是一句句解释为什么这个微气能够亨呢，因为柔得中也，就指的六，啊，因为离嘛，离明嘛，特别是重心落在道德生活内圣外王的外王事业，礼乐文明的建构，而且能够被恰当的善用，啊，这个时候呢，阴德中已经虚位以待阳的甲子，待阳来用，啊，因为德中虚位以待阳之来改，所以呢，它可以亨。那为什么说小胡弃机呢？哎，到了99分就差了1分呢，啊，就是不行啊。因为虽然得中，但也只在中，还没有出中。啊，也就是说，结构之位已定，但道德之位犹虚，它没有能够真的发用。就是他虽然占据了上卦的主中位，但毕竟是阴性的啊六五，还不是可以大行其道的九五啊，他得要呢阳入阴中化阴为阳，他自己由阴蜕变为阳才是大成，还没有的时候呢，只是小成，啊，只是阴性的知识系统，啊，制度结构完成，啊。为什么说如其尾无忧虑呢？因为不续中也，不续就是不顺着这个惯性去坚持。居主位去做主，他才能够得一个好的结果，啊，要不恤其行才得其重，啊，就是地道无成而有重，你不能说成，成要由阳 来代表，但是你可以有你的重，重就是说有个着落了，你的阴性的这个知识结构呢才有用，啊，
有了你在道德事业中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虚中以待养。好，虽不当位，虽然六位六爻都失位，但是呢，反而因此可以跟刚相应。啊，柔不当位，不当道德之位，因此可以虚这个道德之位，以待阳来改。啊，因为不当位，反而可以呢跟刚相应，刚才能够进来。你站在那个位置呢，真正的道德主体进不来，那个道德事业、道德生活反而不能够完成，不能实现。那么这边都要强调，在道德生活中，知识系统应有的位置，应守的分寸。啊，那其实西方啊，这个分寸始终没有弄好，所以才会有那种啊功利主义。啊，就是以知识来替代道德，才会有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就是道德。这种对于道德的本质啊不相应的论调，啊，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就是人生需求层级理论，就是马斯洛的那个，啊，原来是五层需求，后来呢发展为七层、八层。为什么会发展？自知里头有问题、有不足，但是不知道如何来做一种改善，啊，那很重要一点啊，就是。他才性的自我实现跟德性的自我实现不分，啊，他一条边上去，啊，从这个生理需求到安全感的需求，到认同被接纳的需求，到被尊敬的需求，啊，他们叫自我实现的需求。我也根据《论语为政篇》第三章，导致以政，其之以行，明勉而无耻；导致以德，其之以礼，由此写歌，设计了一个六十分理论。啊，六十分以下是谋生活动，六十分以上是文化活动。用《论语》的话，下面叫做谋食，下面叫谋道，很清楚。一旦吃饱饭，是至于道。那种价值需求就会自动啊浮现，浮现以后呢，你的人生观、人生态度、你的做法都要放上去。改用导致以德其之以礼的方式，不能导致以政其之以行。那是一种心灵的自觉创造，才能够呢创造出那种本质是无限的、不朽的意义价值。下面就是财性，属于有限的城市。啊，那马斯洛呢，就是这么一条边上去。啊，那我是把这个叫衣食，这个叫安全，这个叫被爱。这个上面是自由跟爱。啊，这个只是被爱，那它要靠外在资源，衣食是靠。物质资源，安全感是靠社会资源，你有社会的一个地位，你又有社会保障。被爱是靠感情资源，感情资源是从哪里来？啊，物质资源从大自然来，社会资源从制度运作来，那感情资源从另外一个君子、圣贤、有爱人能力的人来。那你的被爱，谁来爱你？那有爱能充沛、自由主动、无私，而且爱能充沛，那些人怎么来？
就是六分以上的心性修养啊。所以上面的爱者才能够下来爱那个还没有人格成熟的女子小姐。但这个马斯洛没有这个区分啊，结果你认同就靠外在条件认同，所以说有族群认同啊，各种族群啊，你的被尊敬，被尊敬，因为什么被尊敬？因为你的才性，因为你的歌唱的第一名，因为你的球得了冠军，所以被尊敬，男人得不到冠军就被淘汰，靠不住的。自我实现什么？才性的自我实现，但是所有球王总有一天下台，没有永远的球王，那些都不是永恒的价值，这不通。所以他后来觉得这个不够，又在这边增加了知识的需求、美感的需求，多了两样，变七样，还是觉得有些地方说不清楚的不妥，又把一个自我实现上面再加一个超自我实现。可是超自我实现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不如我们呢直接根据论语为政篇第三章很清楚两个层次，它的本质性质不一样，表达做法不一样，获得的也截然不同啊。那这个而且他们的关系是谋道可以涵盖谋食啊，谋食不能涵盖谋道，所以更也累在其中。拼命赚钱心里还是空虚，但是学也入在其中。所以我们认真做心性修养，也可以顺便解决谋生问题，它会自动的。所以呢，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非常清楚啊。所以呢，我们的当年的这个《易经》的作者已经很清楚了，阴性的结构不能决定价值，但它是价值道德生活由内圣到外王的很重要的辅助条件啊，虚位以待用。好，这个就是它的团词啊，说明它的地位。好，大象是说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便勿居方。火在水上跟那个济济水在火上刚好相反啊，这个水在火上就正在煮水嘛，那中间就需要隔，把水火隔起来，有个水壶啊，才能够有效烧水啊。啊，一不小心有漏，水渗漏下来，把火就熄灭了。所以要防其引烂。啊，那未济呢？火在水上，这个时候火都是往上的，因为空气温度变高了以后，它就轻了往下，水是往下流的。那这个时候水跟火不交，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要各自定自己的位，各自定位以后它就自然可以相交。如果不能够厘定他们的地位呢，相交只会出事引烂啊。所以这边的君子啊，就有什么样的领悟呢？以一种呢戒慎恐惧的态度，去明辨啊这个物的层次、地位、本质。那什么物呢？主要两个物，一个是阴性的物，一个是阳性的物，各有本质，各有定位，
定性定位搞清楚了，好，然后才能够什么呢？才能够呢居方，好，那能够辨物，就能够知明。能够居方，各安其位，才能够什么呢？处当。知明才能够处当。这个明有两层的明，因性之物的明，就是知识理论，它的本质，啊，还有呢心性、道德心灵的本质。你都能够离心，离心以后呢，他们就能够在自己的定位上面做有效的互动，才能把这种道德的事业呢处置好。好，这是他的大象石。下面我们看他六个爻辞啊，六个爻辞，虽然就整个卦来讲，阴是阴，阳也是阴啊，因为它结构严整，可是回到爻是另外一回事。回到爻，依然是阴阳还是阳？好，这一边呢就是三个阳爻，负责呢善用呢阴物，三个阴爻。那么阴呢，因此呢也要一方面呢自防其淫滥，同时呢要真的能够呢虚中以待。来完成阴阳合体的道德事业，那在他们不同的位啊，因此有了不同的角色的意义啊。好，初六，如其尾令，象曰：如其尾，亦物之极也。啊，那么这个初爻常常点出这个卦的主题或者是特质。那这个初六，因为在初的位，在地之下还没有出地嘛，因此呢，很容易呢显出那种啊，不晓得自己有几斤几两，就油然有那种呢理想，这个叫浪漫的理想主义啊，也可以说人在青春期失的年龄的时候。有个朦胧的阴阳一体的那样的一个意识，但实际上是他的阴性的身体已经发育，但是心灵呢还在朦胧中，在朦胧中他也就有了一种超出他的阴性的身体结构的理想性。那这个理想是什么？完全不明白，于是叫做浪漫的理想主义。所以诗人从政是悲剧，因为你完全不了解政治，只会被利用。当年啊，希特勒就利用了德国的年轻人，毛泽东更不用说，大量利用了年轻人跟文学艺术家。毛泽东是网军之主，靠宣传起家，就靠文学艺术啊，能够扰动人的心啊，扰动谁的心？所有啊，身体发育好了，心灵还蒙昧的人，最容易被利用。他只要一个爱台湾就够了，无往而不利。浪漫的理想性，因为谁愿意被中共统治？全台湾人大概99.9%不敢说100%，绝不愿意。这就够了，光这一点就可以了，就可以遮掩蒙蔽所有其他的这个不仁不义、不忠不信，光这个就够了啊。这个叫。浪漫的理想主义啊，这个意大利有一个导演啊，
这个贝托鲁奇啊，他也在那个环境中，他的电影都在反省，都在反省啊，这个年轻人啊，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利用？那可以作为代表的一部电影，就那个《戏梦巴黎》，就是一对兄妹啊，年轻人啊，就在那个法国那边，哦，那个示威游行那个学运的那个时代啊，啊，台湾的什么太阳花什么什么等等，都应该好好看这部电影，你就知道年轻人怎么不知不觉就掉进那个陷阱啊，就是危险啊。初六就代表这种不成熟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所以呢如其伟就糊里糊涂掉进陷阱了啊。这个如其伟跟那个卦辞的如其伟不一样，卦辞就整个卦来讲，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这个假设的句子，说如果如其伟就无忧虑，意思就是说不要如其伟。可是人怎么能够知道不要如其伟？因为掉进去才知道不对呀，初六的如其伟是真的掉进去了，不是一个假设命题。但虽然如此呢，年轻人其实那个心是很纯洁的，虽然掉进去被政客利用了，其实情有可原啊。哎，情有可原的不包括那个后来马上在民进党政府以后飞黄腾达的什么什么是李非凡之类，那个不算，那个不算，是那个完全纯粹被利用的那些人。因此呢，他不责备说令，意思就是说浪漫的理想主义是没有用，没有用，没有说旧啊，没有说凶啊，只说令，可惜了啊，被利用啊。好，小象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极也，极就是法则，因为不了解法则，什么法则？道德创造的原理，不明白，以为凭一股热情就 OK， 不行的，不行啊！你只会呢被那种没有信心修养、没有人文理想的政客利用，他们去割大尾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警惕啊！啊！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啊，凭有浪漫热情啊就冲啊创啊，就做了替别人啊当前锋，甚至做了牺牲啊，让别人就利用你受苦。那个中东的那些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花啊，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也好像也有什么茉莉花啊。其实当初推翻的那些什么所谓独裁的，你以为就 OK 了，就那些军头啊，静待尘埃落定，他来收拾。到现在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了，甚至还在不断动乱之中啊，伊拉克啊、阿富汗啊什么，对不对？啊，就是可惜了这些纯真的浪漫的年轻人。好，九二一其伦真吉，相曰九二真吉，终以行正也。因此上初六需要有一个良师益友及时提醒一下，九二在初六的上面是内卦的中位啊。这个季季也有一起轮了，或是初九易六二，这边是九二易初六，都是阳易阴的轮，劝阻一下。可是这个劝也很难劝的，那真的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你一句话说多以后，他就离你而去，反而没用，很不容易啊。要靠什么真才急啊？那为什么可以有用呢？因为忠以行政，因为他得中位啊，所以可以行一个正道。这个正倒不是说得位，那是失位啊，行正道啊，以无私之心行正道。也许呢，在恰当的时机中讲了恰当的话，可以取信于初六啊、六三啊，啊，那么让他们呢可以及时刹车。好，六三未济，征凶，地色大川。相曰：未济征凶，未不当也。好，这个下卦都是一个坎，坎都是险啊，所以这边呢，尤其多那种呢，戒慎恐惧的意思啊。那么在这里呢，好，它跟初六的相比啊，初六是这个浪漫的理想主义，重在他那个情怀啊，大陆都喜欢讲情怀啊。六三就付诸行动了，真的去参加革命了，学运了。他说未济不会成功，成绩初六所谓的令啊，初六还是一个刚刚萌芽，今天真的去行动了，不但令，不但未济，而且呢你的行动是凶的。但是也不是都这么样绝对，也许在这种行动中会有一种新的厘清跟了悟。从哪里来的呢？一方面从九二来，一方面从上九来啊，因为上九跟他应，九二跟他相离啊。那么也许呢，好吧，管不住了，一齐轮抑不住了，那就让他自己去体验一下吧。未济征凶了，所以也许领悟到说，你不能够凭着浪漫热情就去冲就去闯，你要等待一个真正啊合理的道德的指引，你要有一个方向的指引。如果你找到这个正的方向，哎，你倒有利于解决时代问题。第四大川呢，你的行动是不利的，但如果你好好珍惜自己，你的青春热情活力，对不对？啊，所以被孙中山感召的人跟被毛泽东感召的人命运就不一样啊。啊，被孙中山感召的死了也是烈士啊，被毛泽东感召的很可能真是纯粹牺牲，是不是？嗯，好，所以小象说，为什么真凶？未不当也，因为六三是一个不安的位置，不但是位，而且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位置，又是一个禁爻。禁爻就是容易有鲁莽啊，这个妄行之想。所以有凶。好，六三也在九二九四，刚才我忘了九四，其实三个阳都跟它有关系，啊，六九二在它下面，九四在它上面，上九跟它应，啊，九四真吉毁不，朕用法诡方，三年有赏于大过。相曰：贞吉毁亡。好，
聚喜。哎，九四跟九二都强调真，真才齐，真就是什么？忠以行正嘛。啊，你心中要无私，大公无私之心，才会呢转危为安，才能够吉。啊，那么这个当然，一事有悔，为什么一事有悔呢？面对初六倒也罢了，初六主要由九二来劝告，那九四主要是劝告六三，因为六三已经行动了，你也只能让他行动，让他从真正的做中学，从过中学，啊，等到他自己真的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教训了啊，那么才呢，啊，真的能够跟他好好的谈，啊，那么这个也呼应着季季的九三，也有说高中法鬼方嘛，三年克之，这边也有啊，啊，这个正用法鬼方，三年啊，也是三年才能够克，才能有成嘛。那么这边是主要是由九四面对这个六三啊，那么这个阵啊，就是用一种行动的震撼啊，就是有一种法啊，这个我三年，你要让他从走错的路中陪伴啊，有时候不免要用一种比较严厉的棒喝啊，那逐渐的明白啊，也许可以把他呢啊陪伴他转个弯回到初中啊，也要花了三年了，有赏于大国，这个是指的九四并不处在军的位置啊，这个六五才是军，它只是上卦在六五的下面，是六五之臣啊，有赏于大国，就是说被真正主政的领袖所呢这个赞赏啊，它是秉承啊这个六五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或者说是理想啊，或者命令啊，去这个把，因为六五也是阴爻啊，可是它居于君的位置嘛，啊，也可以说九四跟六五是内在是个阴，但是表现出来的是用阳的一个行为啊，那么也就在这种过渡期啊，这个不免呢有这样的一个互用。好，有赏于大国是被六五所赏识啊，所以小象就说明真吉悔无，因为智行谁的智？六五的智，六五的智的心意理想借九四表现出来，原来整个的上卦已经是一个礼乐文明的制度运作了啊。好，我们来说六五，六五真吉无悔，君子之光有福己，相曰君子之光其辉极也。六五在上卦，是上卦的中爻，是上卦之主，而上卦是个离，离就是一个礼乐文明的表现，不过这个表现呢还在呢建构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到了这个最啊这个极盛无道大行的地步啊，所以那个光并没有那么光辉万丈，还是有点晕，有点含蓄的味道。
所以他说真还是要真啊。这边九二九四乃至于六五都要强调真。可见啊，这个六五啊，虽然是阴居于五之位，其实已经在慢慢的啊阴化，在阴化为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呢不能说是王之光后之光，那已经是一个君子之光了。那为什么能发这个光呢？因为有福。跟谁结合？跟九四和上九结合。所以他得九四跟上九的两边的加持，他已经开始阴阳合体了，啊，这也是吉的。不过小象特别说明了，这个君子之光还不是王子之光，这个光还不是那么光亮。他特别点出其辉极也，这个辉就是比较温柔的光。我们今天有位同学没来，他名字叫王辉之，就是这个辉。音念起来跟王羲之的弟弟很像，一样也是叫王辉之。这个辉就是比较温柔、内敛的，啊，含蓄的光。所以呢，不能称为王者之光，光照天下。但已经开始呢，向外呢，那个光向外发射了，啊，一开始的时候不能期待那么多，啊，上课有这么一二十个人已经不错了，啊，那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可以这个畅销啊，说不定有渗透了，对不对？啊，此生无望。好。这个情节发展到五，都到了最高了。上爻呢，藏在格局之外，格局之外常常表示了天理啊，神明啊，神鬼啊，理想啊，什么原理啊。那这边呢，却有点例外，说明啊。就是我们这个话戒慎恐惧啊，你别以为这样啊，一不小心，因为上卦在格局之外啊，好像已经一切 OK 了，可以安享余年了。你这么一想，你就会在最后一步失足。所以他说上九有福于饮酒，无咎如其手，有福事事。象曰：“饮酒如手，亦不知节也。”有福跟谁福？啊，当然他也可以跟六五福，也可以跟六三福。哎，本来应该是相邻的两个爻是同值的，都是阴，都是阳，才叫福啊。那这边怎么跟六五是个阴的，怎么也福呢？甚至还可以牵连到六三，怎么也福呢？这就是啊，易的那些游戏规则都是仅供参考，不要以为它是公式。可以套往不利，要看不同的这个卦中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格局，需要有一些这个变体。这为什么可以服？因为阴正在退化为阳过程中，所以那个六五已经几几乎乎算是阳了。因为有君子之光了呀，
它的具体表现为例，九四的时候是阳字形啊，只是还没有到这个大形，只能说其辉光而已。因此呢，正因为如此啊，在两可之间一不小心，因为阴化为阳还没有完全化，这个孙悟空要变成人的时候呢，常常那个尾巴还藏不住，对不对？那个认真学做君子，还有点习气留在下面。那处境一有什么样子，比如说喝了酒了、累了，维持不住。有时候呢，也是因为呢，哎，这个事情已经快要到达圆满了，已经99分了，哎，下面可以放松，一放松就出事。啊，因为阴阳已经可以呢融合了，因此可以放松，可以来饮酒了。放松一下吧，轻松一点吧，去喝一杯。跟和它相符的六五还好，六五比较是朝向那个更阳了。六三呢，虽然增凶，但它有了一些新的一种啊，一个理解定位。因为也利有攸往啊，都是在阴逐渐化为阳的过程中，但是习气不免还有留着。一不小心刚才一饮酒有一点点醉的时候呢，就会失态，失态以后呢，你就被拖累啊，怎么可以随便跟林炳书去饮酒呢？还透出一张照片啊，五个人，林颖树居然坐在中间C位，旁边两个月呢都是立委啊什么的，对不对？透出来，你如何自圆其说？你被他拖累，如其手是因为上酒在最上面，不只是如其尾，还出是如其尾，因为它是初爻，由下而上嘛，到了上爻是淹到，你就是被拖累了，被逼辞职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福是事，正因为有福，所以你不查。不够谨慎，戒慎恐惧，所以你的行为呢，失去了分寸。这个江宏志不该打那个电话，给那个《镜周刊》的同事，以前的老朋友裴伟。哎，裴伟是何许人？当年那个。是不是一周刊还是苹果日报呢？以后主编呢？其实他也有。其实我很讨厌苹果日报，就是台湾的报纸被苹果日报来了搞坏掉了。对不对？所以你是足了哈。这个小相是特别说，因为不知节，哎，我们回到那个节卦，节卦从这个节约节制，慢慢要有主动的，有节度，乃至于有美感的这个节奏，才是完整的节啊！你连那个分寸都有差失，是节啊！
尤其晚年时节，对不对？就你最后一步没有拿捏好，所以啊，连孔子都不敢说我以后 OK。若胜与人则无其感，亦为之不厌毁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勉强可以这么说。啊，连曾子到临死的时候，啊，这个跟学生说：“起于足，起于手，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小子啊，哎，到临死了，能不能说我 OK 了？啊，因为下秒下一分钟就死了，大概可以说了，对不对？要到这个时候还勉强可以说，甚至连这个时候也许都不能说，还有几秒钟哎，下面几分钟你有没有时节还不知道，这个道德的态度啊，永远都在这一个道德自我实现的历程中，永远没有终点，哎，有终点，永远没有完成点。因为作为一个有限的肉身，属于阴，属于地道，哎，这两个话也都是以阴为主体啊。啊，那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趋势结构，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是整个人的情绪肉身层面，哎，他的生活秩序，啊，他的性格模型，啊，他的习惯，也构成他的有限的人格结构。这种人格结构啊，永远啊是不足的，啊，要带养来改，要靠我们的心做主，去善用。那个心啊，一旦昏昧了，你辛辛苦苦啊养成的啊你的人格啊你的风范，可能呢一言不当打错一个电话，就有了瑕疵，有了污点，对不对？啊，所以呢，活到老学到老，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时。啊，这个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哦，哎，很多小差错已经是屡犯不爽，比如说记错了什么，啊，说错了一个字，对不对？啊，这个常常在那个水罐的水放上去以后就，哎，就以为 OK 了，结果没开火。放进电锅了没按下，等要吃饭，哎，还是冷的，没有按下去。啊，这些小受伤也罢了了哈，因为没有影响到别人。如果你还在某个位置上要做决定，啊，一点差错可能影响就很大。啊，所以我很庆幸。并没有什么社会名誉权位啊，说错什么，顶多各位知道，也没有别人知道，啊，也没有别人受害，啊，所以还可以说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小心啊，正因为你在上救的位置，啊，不要以为已经没问题了。好，我们今天那就是这个易经六四卦的。结束了吗？没有，未知，嗯，啊，我们永远在历程中暂告一个段落而已了。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先讲系时上传第一章。好，那各位回去啊，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先浏览一下，不要去强解硬解，就是读一读，轻松的读一读啊，那有一点那个印象就行了。好，好，那下礼拜见。行。